这里就是哥们儿我昨天晚上就寝的地方了。昨天晚上路过这儿的时候，说真的啊，没计划睡在这儿，但是也看到了啊，几个小铜人拿着哈达呀，拿着奶茶呀，欢迎我，那盛情难却呀，所以就把车停到这儿了。再看这个停车场啊，一辆车也没有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哥们儿我住到这儿了，所以清场必须得有牌面。还有什么？你看这个大门啊，普尔扈特民俗文化村，大门紧锁，因为一会儿我要去，所以也要锁门的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杨轩，咱要点脸行吗？咱说实话可以不？好吧，是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很多的景点都已经关闭了，我也没地儿停车，就找了这么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停了车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大家好，杨旭游记房车环游中国的第261天，刚才真是太好意思了，太厚脸皮了，让大家见笑了啊。我现在这发型怎么这么翘呀？这也忒不体面了，不符合我跟他的身份啊，不符合。言归正传啊，现在咱们是在新疆的巴州的巴音布鲁克镇，上一期视频呢是从南疆的库车县，然后走的独库公路，翻越了一半的天山，到的现在这里。到了这里呢，实际上就感觉天气变化了好大啊，一下就冷了好多，盖了两床被子，也看到我身上穿的衣服了，秋衣秋裤都得穿起了，还有这个羽绒服穿在身上还舒服一些。小菲儿要跟大家打招呼，打声招呼。哼，没想你要体面一些啊，对吧？其实咱们现在两边都是景区，这边呢巴音布鲁克景区，这边呢是这个民俗村图尔扈特。图尔扈特呢是蒙古族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支部落了，后来东归到的巴音布鲁克，定居在此了。啊，在这个镇里其实也看不到什么，因为景点都关闭了嘛，而且整个巴音布鲁克好的景色都在路上，好的地方可能在镇子里就吃饭好一点，不过撤了吧，撤了，小同仁们也不用送咱们了啊，咱们直接走，拜拜。对了，跟大家汇报一下，我这个东西找到了，上一期视频说丢了啊，小神仙又回来了啊，你们猜在哪找到的？在我这个帽子里，我这帽子里有一个兜，还掉这个兜里了。哎呀，我你说我这脑子怎么回事呢？怎么会跑这里来去呢？太奇怪了，反正是找着了，很运气很好啊。走了，咱们现在总的行驶里程30,304公里了，总个房车环游中国以来啊，哎呀，其实又到了饭点了。哎，大家也知道的，我之前做饭呀，各方面还是有一些提升的，也会做一些自己能没有问题的，还不错的一些饭菜了。不过我现在确实是没有食材了，所以一会儿看看，还是中午先外边吃一顿，然后要有食材再买一点，再自己做啊。这家还不错啊，这边好像是菌类的餐馆挺多的，因为到天山了嘛，蘑菇各方面就多了起来了。非常香野蘑菇拌面馆，咱就吃野蘑菇拌面馆吧。这个茶水有点薄荷味的味道啊，有点意思。这肯定是一个蒙古族家人开的一个小饭馆了，很热闹，虽然游客不多啊，但是本地人不少。已经来了，看看，哟，直接这么一倒，哇，这就倒不下呀！哼，这碗看我手了吗？非常大一碗，这蘑菇，吃着你们，可以啊，我享用了啊！我先尝口这蘑菇。
原汁原味的蘑菇味啊，那种土的那种香气。现在我带着麦了啊，是不是听着吃饭的声音老带劲了？啪啪噼里啪啦的。这碗蘑菇拌面45块钱，我看其他拌面也是30到40之间。这边价格明显比南疆要高了不少了，包括它的那个包子。不过味道略微逊色那么一点点，但是实际上比咱们内地吃这种拌面呀，兰州拉面里吃那种拌面什么好太多了。来着，我说周围好多人了，喂大家一口不容易啊。啊，这脸皮说真的还得再修炼修炼。这什么呢？不就是，对不对？拍一拍嘛。看一个人，我跟大家讲，跟两个人不一样。之前家人过来的时候，哎，有人拍着我，有旁边有朋友在旁边，有家人在旁边就没事儿。一个人就感觉奇奇怪怪的，尤其咱们这么这对话，你说旁边我后边人怎么想咱们？发型蛮有特色的啊，好好吃你饭。这蘑菇是野生的吗？啊，蘑菇是野生的吗？是啊，野蘑菇。野蘑菇叫什么名？巴音布鲁克的。巴音布鲁克的野蘑菇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打包了一屉包子，车里有粮，心里不担心啊。咱们就离开巴音布鲁克镇了，一个旅游的小镇。相对来说，这边比南疆那边要热闹一些了，不像之前一些天在塔县，在一些其他地方的时候那么冷清了。Sing along, and I can't help but feeling just loving this moment. Can we stay here forever? I'm loving this moment. Can we stay here together? If I could stop the time, don't you know that I would? 'Cause I'm just loving. 这才是我跟菲儿所喜欢的驻车地，与自然融